我不买衣服啊。还买？这衣服不错啊。这还挺好看。啊，这件衣服很漂亮。哎，这样。不是滑雪的，是轮滑。嗯，这个太大了。这是牛排，牛排骨好大。哦，可以，小盆栽。这个朋友他们的新家刚弄好，所以我们不知道要给他们买点什么。刚才想到可以买一些盆栽，挺好看的嘛，红的也不土。红的不土呀，花就我现在发现花就是要红的好看。这块怎么样？还过没什么。OK， 我们到朋友家里啦。他就看山啊，然后我们把 Turbo 也带过来了。Turbo 回来，太放肆了。这个、你怎么还看人家？嗯 Hello， 哎呀 ，Turbo， 你太没礼貌了。然后他们家有宝宝，看宝宝的，他家各种宝宝超可爱。哎，怎么还是湿的？你不是在拍我吗？没有，我是在自拍。人家怎么可能拍你是吧？来吧。好，然后我们现在开始吃啦。你要吃青菜。今天是个小寿星的生日。是吧？对。然后 Kitty 这边也抢先，宝宝。嗯。那现在给你根菜玩。卖这么大，哎，闻着还不错，这里有韭菜花。没钱了。废话，我他妈我买的，我不知道哪个好吃。完全不一样，问问那条狗。周文东，周子熙，周文东，周文东。现实看的没有那么像，但照片上看起来巨像。应该先去，周文熙不在，去我店里。我的员工。你也得问。对啊，说的是他的弟弟吧？他俩长得太像。照片上更像。嗯。哦，你看他看见火的眼神。这个蛋糕是红薯蛋糕，听好了啊，预备开始，对，放一个，看了你。什么音乐 ？Infobells 异教是吗 ？Happ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。这样不露馅了。Happy birthday to you。不会讲，真的是一些孩子都不行。耶！来，这里，生日快乐，宝贝！好，我们一二三，那个吹蜡烛啊，一二三。哎呀！我感动的哭了，是吧？感动的哭了。真好，超可爱！哎呀，嗯，这个蛋糕真的是红薯啊，就是有一部分是红薯，啊，有红薯味的，嗯，很好吃啊。现在宝宝开始抓周，这个拨浪鼓是什么？拨浪鼓啊，舞者，灵魂舞者。你这个背景自由职业者，你怎么宝宝去哪你去哪里啊？啊，是不是啊？是不是？他说：“宝，你不要太过分啊。”嗯，那你看到这个梳子是吗？在里面。梳子也在里面。对啊，那看地看是什么玩意儿？
是让他带你去抓吗？肯定啊。是是是是是。这他妈怎么是中西结合啊？哇、哦！别碰你干嘛？他。没有吗？来，我看一下我手机。迫不及待了，迫不及待。你要和我上来吗？洗完澡了，哎呀，我这怎么起了个痘儿啊？你看我的皮肤其实之前没有这些东西的，只是有一阵儿那个长痘，长痘挺厉害的，然后这些都是痘印。哇，我真的很少长痘，你看这些其实都是，你看这些。他们俩在外面，你俩在干嘛？我找Turbo。啊，又找不着他了，太太。哎，住了啊！跑哪里去了，Turbo？他爸，哦嘛，干什么去了？找揍吗？他以为还丢了。你去哪里啊？为什么出去玩不跟爸爸妈妈说一声？过来看我，看我，看我，看我。哎，倔强。你什么时候弄好？我们去看电影。哦，他要换防盗螺丝。好，我们现在准备看电影了。然后我们今天看什么？我准备了一些水果，然后一些茶水，还有干脆面。那我们要看电影啦，拜拜。好，我和弟弟，我们俩今天健完身，然后出来打算买一个披萨拿走。要什么呀？你就随便要吧。哎，洗衣机自带的。买了三个 mod。咱们往这边走。这个只能右。turn right， 对，那就往那边走。那一会儿去店里再说吧。爸爸，过来，爸爸，爸爸，你过来，妈妈看看，坐下。那今天不拍手了。嗯嗯。